妈，嗯，我妈让我问你欠的那80000块钱彩礼钱什么时候还给她？不是已经给了2万了吗？那80000的话就结完婚再给呗。哦，那也行。啊？哎，不对呀，那结完婚再给，结完婚以后那不成我们一起给的了？那不成我自己赚钱娶我自己的呀？那不行，那不行，现在给。好吧，现在给就现在给。那我的钱不是在你那里吗？啊，你直接转给他们吧。那我转了啊。哎，转吧，转吧，转吧。哎，你转吧。嗯。哎，那也不对呀。我现在转，那不也转的是我的钱吗？你终于明白了。你看啊，我的钱是不是你的钱？是啊。那我给彩礼是不是你给的彩礼？啊。那把我们的钱给了他们。哎，咱弟还好嘞，你去想，咱弟要是结婚以后把我们的钱给了一个，那不给了一个外人的吗？那不行，那不行，老公，我出去一趟，你在家等我啊。去哪里？去哪里？我要去把那2万块钱要回来呀！哎呀，老婆，不至于，不至于，不至于。